点饼干给大家吃。啊，这还有肉松可以放在冰淇淋。你不是还有一个那个点餐的那人吗？点餐？是你们谁呀？不是，小心小心，别摔了。成功，来第一个。这个大哥要会不会买？大哥，你要不要买蜂蜜啊？大哥，你要蜂蜜吗？我们自己养的蜂。走了，41块。41块，便宜了，便宜了。便宜了，你。
哎，那我真的是不愿意。想跟我讲了。